OK， 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我们才刚过完跨年，又来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。来，我再 take 一下这边。好，我们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吃了三次火锅，包含去年这个中秋节。好，这个景象我想大家已经太熟悉了，所以今天我来加点料，不要老是都只是拍火锅。没料，今天我还带来这个柳州螺蛳粉哦。之前我在吃前面几款螺蛳粉的时候，都一直有提到它，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想要独享，它是加辣加臭，特别棒哦 ，special 的。OK， 那我想这个第一啊，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臭的人啊。他说那个他老妈做的这个臭豆腐啊，只有臭没有豆腐。那我倒是想要让他见识一下哦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只有臭没有螺蛳粉？那今天这一大包呢，我就请大家来吃吃看。那包含在座的这边这个大名周杰伦哦，是否黄子恒的这位先生 ？OK， 他也是说很想吃这个加臭加辣版是吧？蛮想吃的，因为这几天过年呢，很想吃个臭臭锅，但是。过年就没有火锅，可是其实它跟臭豆锅的感觉差不多。反正我就是他想要又臭又辣而已、啊。OK， 来，最典型的哦，螺蛳粉，它就是一打开里面就是一堆大包小包的这样。我等一下就来算一下有几包。来，我看一下这边有这个腐竹、酸笋、花生、米粉、辣油、酸醋、木耳、汤料、酸豆角。就我所见，完全没有比上次多任何东西，好不好？它就是很典型的螺蛳粉。我有多厉害？干嘛？没有，我们刚才在讨论说一件事情啊。那你介绍完大名黄子仁，那我是谁？你？对啊，阿刚在这边一直吃，然后你也不介绍他一下。我好像他，我比那个，我比那木耳还不如哎、欸，我比那个辣。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你想吃这个东西的样子。你一煮我就吃啊。不是，他刚有主动跑过来跟我讲，所以我来特别 cue 他一下，这很合理。我来试味道啊。你在试味道？对啊，我刚才试汤跟试嘛，试鸭血啊。我皮。你这连木耳都不如啊！现在看一下这个调理方式、啊。我记得上次在煮的时候出了一些 trouble， 整个米粉煮干了，变超难吃、尤其今天不是只有我吃啊，是你们大家都会吃，所以你们大家都会来做一个品鉴。那到最后面，不是因为这个螺蛳粉本身难吃，而是因为我的厨艺不精的话，那就太丢脸。但唯你试问呢、啊？听说这个腐竹想要吃脆一点，可以晚点加了。那其他东西，我觉得，就随便加一加吧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第二道水也滚了，我们可以来加这个汤料吧。这个闻起来跟之前差不多，然后怎么臭不臭的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这个汤料怎么感觉味道好像比较重了一点？刚闻第一下好像没那么臭，这个过了两秒钟之后再闻，好像是有点东西。好，我把这个汤料和刚煮好的米粉再放进去煮个两分钟，就可以把剩下的料全部加进去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把我的配料都加进去了。腐竹他们说后加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。再就是这个醋，哎呀，自从这个我吃了很多这种川菜啦，或是螺蛳粉啦，多少都会吃到一些有这个什么酸豆角啊，或者加醋的这个料理。渐渐的，我对这些比较酸的料理是越来越适应的，而且确实啊，酸是非常开胃的一种调味。人家的这个酸笋加下去这些，就是酸笋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奇怪了。最后这个辣油，哇，魔鬼辣椒油，变态辣预警，你要确定哎，我知道那他们能不能吃啊？没有味道。没有辣油的香味，我给它开大一点点。OK， 说臭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跟我之前吃的真的没什么差别，我觉得。但让他们来闻，不知道他们的感想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准备去叫他们下来吃饭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不要锁门，吃饭了。你这样不乖哦！等一下要干嘛？吃饭了。好。中断。哎，好了，打了一场呼闹，可以下去吃饭了。现在在三楼啊，那螺蛳粉味道已经飘上来了，非常的浓厚啊。哇，那一碗螺蛳粉抵过这两锅火锅底料哎。哇，看有够香。来啦，老酿的，老酿，加辣加臭版本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冲一下，我不知道哪里
它真的辣。啊，好像蛮辣。哇！我被呛了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就很像，很像我之前吃的那种小龙虾。啊，你觉得这东西到底臭不臭？不臭。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说它臭？就啊，就酸臭酸臭啊。哦。就跟香菜那种感觉，一股酸味。就很像臭臭锅。现在还没吃，我就已经在流汗。很辣吗？嗯。刚开始的时候有点辣，螺蛳粉啊！哎、欸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赞的，你有吃过螺蛳粉吗？没有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的。辣吗？够辣吗？辣还好哎、欸。还好。哇，他刚才说那个辣油是变态辣。哎，那个最喜欢，刚最想吃那个，怎么突然又好多？就会辣油，辣油全家。全家。哎、啊、现在吃个螺蛳粉，开开胃儿。不够臭、啊。不够臭，没有，现在还要加两块你妈臭豆腐。没有，它螺蛳粉有个臭味啊，有个臭味。啊，什么臭味？真的吗？那螺蛳粉就臭了，就是要臭。那螺蛳粉为什么会臭？里面糖没有啊？里面有什么？哎，什么酸啊那些？没有啊，这会辣。辣，我辣。哇，那阿冷很会吃哎。啊，这个也是螺蛳粉啊。哎，瓜子不是不吃辣、啊啊？这个是螺蛳粉啊！算，你要算你是说真的吗？真的你活到今天才还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？真的，它是什么？蒟蒻啊，蒜，那个同一类的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对啊，干嘛？你想办法，你想干嘛？你是嘴炮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螺蛳粉啊，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没有反驳你的意思。哇，你不是不太能吃辣吗？试试看啊！我刚跟他讲，我说拿一点点就好，他叫你拿那么多，他叫我再多一点呢、欸。哇 ，Greed is good 欸。Try it. 哇 ，Try it. 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我们这边最会吃辣了。哇哦哦哦，很猛很猛。那个刚好要先买，可以再砍下来。好吃，好吃，有呛到。啊，你之前吃的螺蛳粉也是这种自己拿回家煮的，还是外面买的？外面卖煮好的。外面应该是外面买的。对，这吃起来味道更重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水太多。这样水还太多。有一点，可是蛮香，真的很香。没有，我原本是因为怕太辣，我怕你们吃的直接嗝屁，所以水多加一点点。真的会辣，你话都讲不好，那是真的辣哦。喉咙有点刺，你知道吗？那是真的辣哦，这真的很好吃。看起来很辣，但是很好吃呢。它是那种你吃了，你那个口水一直分泌，然后会很舒服，辣中爽。哇，好热，吃下去马上热。哇，你眼罩，哇，你眼罩里面应该都是汗了。我说都不会话了。那静哥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敢吃辣吗？你敢吃？哦，我刚好辣哦，我可以再吃吗？你吃啊，你吃，没关系，留一点点让我尝尝味道就好了。哦，你还没吃哦？哎、欸，这太辣了，有这么夸张？干你每次吃辣表情很靠北，好像他妈的，对啊，妈钱掉了一样，他一脸衰一脸。很辣，感觉爽的那种，想哭又想笑，你懂吗？那绿茶刚有吃吗？有啊，哇，爽！还有一些面，爽啊！等一下，我喝喝看汤饺，这是豆角，对啊，豆角，还有豆角啊，酸笋啊，反正一大堆有了没有啦？看我真的是站在旁边，我都觉得就，我现在整个后颈都是汗，现在已经在冒汗了。好辣！哈哈，金哥有被辣到。刚好今天变天，今天吃是刚好的。昨天还前天吃的话就不行。OK， 好了，再加这些。好好吃哦。这个不管给你了。好酸哦。它的辣不是直接冲上来，慢慢的，这种是最舒服的辣，你知道吗？舒服吗？对啊，绝对舒服。对我这种人来说，对你舒不舒服我就不知道。我是不太舒服。哦，好酸好爽，
觉得酸大于辣了。我觉得下次你还可以再买，真的蛮好吃的、欸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会回头率很高。对，蛮有的。哎、欸，我要再一点。好，最近就是很想吃这种酸辣臭的东西。汤圆很多年就吃不到，只是口干了。太辣了。我试试一下，就这样子加。用。要加一杯，哇，他脸都红了，都红了，哇，好爽，哇，好久没有吃辣，吃这么爽。以前吃什么大王麻辣吃就够了，又爽又好吃，这才是好吃的辣嘛。哇，好酸啊，咖啡。我觉得我对这东西比较难下咽，是因为它的酸，太酸了，好酸。因为它又要加醋，酸豆角又酸笋，还肉嘞。我吃不出酸的，我只吃得出辣味。一起爆！哇，超爽，超热。哦，可以了，开胃了，开胃了。哇，这个酸酸的吃完超开胃，可以吃火锅，可以吃火锅。你看，欸、你那个胡子好长。你有喝汤吗？有，我喝掉了。好辣、啊！哦，好干净的。我看你，应该已经恢复差不多。哇，你嘴巴，他最不能辣、啊。哇，你现在眼罩脱下不会变火眼金睛？看他吸，拉出来温度直接爆出来。哇，我是阳历年，你是农历年，哎呦！那听说有人说你乱洗哦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？我就叫我乱洗，所以我就不应该洗。没有，我看你洗得很好啊，洗得干净啊。对啊，我老实说还蛮干净的。谁们说你乱洗？然后网友啊，他洗屁股的时候更干净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对，绿茶更知道。怎么会知道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是螺蛳粉的东西、欸，哎，它是台中的东西。你有没有吃？蛮好吃的。我洗。